谢楠回应随时随地能看到吴京的感受，结果评论全是吴京表情包，果然是东京奥运会场外最忙的人，火速去评论里狂收一波表情包。然后我就问他们说，我说哎，导演呢？他们抬头看在飞机上呢，就往天上一看，他在天上飞着呢，然后当时就腿软说，大师兄你收了神通吧。你们彼此叫对方叫什么呀？我喊他大师兄。大师兄那肯定就二师妹了。师兄师妹。刚才吴京说啊，他特别害怕你从后头抱着他。什么他特别害怕我？是我特别害怕从后面抱他啊。因为你从后面抱他可能会有这个嘿，直接腿到这儿了。我在后面又给他个惊喜，说：“哎，亲爱的。”他就会直接这样啪啪，然后我就已经傻了。我说：“这发生了什么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你不要从背后接近我，你先喊我一嗓子，说老公我来了，然后再过去。”